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太阳花学运国赔案引发着争议，是不是要来上诉？今仔日是最后的期限。台北市长郭文提讲，会来提起着上诉，因为无直接的证据显示这个人受伤，是因为警察施暴造成的。郭文提讲，这是一件历史的事件，政治的事件，啊，这个政治的事件要用法律来解决，都会坎坷。太阳花学院，我们会上诉，主要还是针对判决书内容有疑义的部分去给他澄清的。对对，不老实讲哦，我的态度从头到尾都一致了，就是说，它是一个历史事件，它是一个政治事件，所以有时候政治事件要法律去解决，有点蹊跷的。徐国勇他也说要上诉啊，他敢那说啊，你们民进党是太阳花受益者，你们要不要分？徐国勇也不敢讲，为什么？很简单呐、啊，8万警察呢，你现在不上诉，警察就反弹了。啊，郭文提再去参加活动的致辞的时阵，台湾国的创办人王献杰走去哩台顶抗议，真有可能是进前郭文提伊捌讲，独派人士的子孙啊，拢移民到海外关系。啊，这个王献杰当场就去用带落台，无来发生着冲突。